因为姐已经连续拍很多天的戏了，然后我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张楚平宣告强势回归大时代，自曝旅游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明示的人有在这里吗？要不要直接问他们？有遇到了吗？哦，那我边走干嘛？啊，我刚吓死了，还好，对，我刚刚好一小时了。张楚平在《大时代》消失，原来是去日本度假一个月。是自己一个人去。好隆，就是很好笑。基本上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很难有艳遇，在日本刚开始他觉得你长得像日本人就会过来跟你搭讪一下，但是就是你也知道我是外貌协会，就是如果长得丑就用英文跟他讲话，然后他们就是他说啊すいません就走了。是有搭讪？是有。好了，没有，太没行情了吧，我没交到日本男朋友了，你放心啦。没有，我有发誓我今年会好好学好日文，然后明年再回去。这样才能够顺利沟通啊，不然你这种 body language 干嘛呢？我是比较贼一点啊，我当然是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开始 Google 夜生活有没有去，然后到这家都先看这家 bartender 帅不帅，不帅走换下一间。所以过去就是除了文化以外，夜生活还是没有放过。当然不可能放过啊，疯了吗？对啊，只是没有到夜生活的照片给你们看到而已。